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10月初到新北市跟侯市府进行市政交流，今天下午则是跨区来到台中市跟市长卢秀燕合体，虽然是参加市政行程，已经酝酿展现蓝营团结气势，蓝营的两大母鸡燕子卢秀燕跟汉子侯友宜未来一个月呢，更将要频繁跨区造势，不仅拉台队友的气势，还要创造话题，增加曝光量。给市长一个祝福，希望你让台中市民越来越好。郭中山特地搭公车来找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参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，又签名又拍照，卢市长人气旺。蒋万安特地跨区到台中，却不是参与造势活动，而是来情谊市政特别考察参访。今天来我非常有感，我除了自己本身热爱运动，第二现在也是准三宝爸。代表台中市政府谢谢蒋委员对我们的市政建设的肯定，就是一个市政交流，所以大家哈，不要想太多。以市政交流为主题，蒋万安不止来找卢秀燕合体，两周前也到新北市向侯友宜取经。蓝营两大母鸡拼连任，蒋万安新手也和两人有越来越多交流。我在卢市长、在侯市长身上以及他们的城市治理上，都看到具体的实践跟落实。未来，他们都会是我持续不断学习情谊的对象。我们也会有更密切的合作跟交流。卢蒋两人在台中，侯友宜则留新北加温自己选情。未来一个月和卢秀燕办母鸡双箭头，10月22号到桃园合体彰善镇，11月有蓝营六都造势以及北北基桃大造势，最后选前之夜催票落脚台北，就连休假时间也不得闲。现阶段有些行程，我都是以市政为最大优先，假日。晚上我会全力的浮选，白天市政，晚上浮选，汉子燕子拿捏角色分际，帮队友拉票，创造话题，也增加自己曝光量。记者傅山、冯浩宇、洪杰明，台中新北采访报道。